喜欢吃牛蛙的朋友们，牛蛙锅的价格给你们打下来了啊！这个套餐呢，只需要89.9元。老铁们，我在青岛乐客城的3楼给大家找到了吃牛蛙的好地方，他家是活蛙现杀的，89.9元吃双人餐。哎、哦、呀，冷妹，他家这么大的牛啊！哎呦，这也太胖了，比你还胖啊！蛙界的冷妹是吧？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就是他家89.9元的这个牛蛙的双人餐啊，有一大份的这个牛蛙都是现杀的，看一下啊，它有8种口味可选，每种的配菜都不一样。我们要的是香辣口味的，它这边零食、水果和米饭是敞开吃的啊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它这个牛蛙啊，我们还吃了一些了，这个量特别大，我天，这个牛蛙一看就是非常的胖啊。嗯。哎呀，冷门。儿子腿吃起来太过瘾了。这个牛蛙有没有你胖？比我还胖。我的天呀！哎呀，喜欢吃牛蛙的谁扛得住这么一桌菜呀？我天，太带劲了！一边咕噜着一边吃啊，不用担心吃凉的啊，特别带劲的。哎呀，冷妹儿你，冷妹儿你是怎能吃啊？哎呀，太好吃了！你这是扒开饭了这是？啊，我能吃4碗饭。哎呀，我天，你这被胖是？吃牛蛙不长肉。